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某某，我现在就读大学二年级。那我的兴趣是打电动跟看动漫。那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有包含益智类型、音乐类型，还有枪战、二零系列，还有各种 PS3、PS4 的游戏。那我最喜欢的是音乐类型的大型街机。那当然，我也花了非常多学费在上面。那但是呢，我认识的同伴里面有十个，里面九个都是男生，所以我可希望可以认识非常多的妹子，能跟我一起玩。希望各位女生可以跟我一起到各处去打街机。那喜欢我的，那还有想跟我 local 对战的，都可以投我一票哦，谢谢。